相亲后让娃娃亲买单。不会啊，你挺能吃啊，小宝，吃这么多。没有，刚刚有个跟我相亲的没相中，我寻思过来帮我买个单。我你相亲我买单，要不你再吃点呢，这么快就给打了打了。主要是人家也没咋吃，都不咋埋汰。咋的，吃醋了？没有。你知道我为啥让你来跑单吗？因为我就心甘情愿被你骗。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啊，能对吗？那我为啥不用他给我买单呢？我为啥不用外面骑自行车那人给我买单呢？我为啥来找你给我买单呢？那不是因为你很特别吗？当然了，刚才那女的说给我买完单再走，我愣是没用。我说我真正心爱的人，他会来给我买单的，根本不用他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吗？那是当然了。那你现在能买单了吗？哎，你晚上有空吗？不是，你现在怎么能跟我提出这种要求了呢？我觉得我心爱的人他不会跟我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是。那现在能买单了吗？能，去吧。